没跟他联络，但是有共同的朋友啦。最近他的压力也挺大，压力应该是很大，但没有直接联络上。最近好声音的新闻有稍微 follow 一下吗？会，因为如果有受见，一定也不是我，一定是他。开玩笑。你觉得在台北做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内定啊或什么的，一定马上就工作人员一定是第一个把它泄露出去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难度比较高。所以星光没有这种问题。星光当年从头到尾都没有那个啊。有没有关心一下那英？跟他那么好？哇，我说真的，我好久没跟他联络，但是有共同的朋友啦，那就是不知道，就是可能最近他的压力也挺大的，压力应该是很大。但没有直接联络，所以上次联络是什么时候？刚说好，很久了，是哇，疫情前，妹妹姐，那个女大，现在听说有王思佳条款有这个事情吗？就是没有，我没有听说，没有听说，那还有可能找思佳来上节目？当然啦，欢迎，只要她愿意，她现在比较。挑节目上，月中会跟观影，还有跟他吃饭。嗯，要关心一下娇娇。谢谢。我不敢。但是我有常常跟小燕姐联络，就会知道她的一些状况。她有好多了，有。所以会复工。哎，我怕我会哭，不要了，别不要讲这个。好。